听师砸大钱见钱，先爆内心话。你知道今年公司那么多仪器，我就突然有那感觉，我好想每一台机器都来试啊。就我很后来回头再看书，我想说我怎么那么白痴。对，所以医生自己还是忍不住，因为我都是跟佩珍一起去，好怕他早死了。我好怕他生病，我要照顾他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